然后这里杰森共识拿到了一手很强的 AA。面对枪口位的开始有两家跟住的情况下，底是两万八，差不多也是可以打到一个两万八三万左右。38.5。好，打了一个更重，直接打了一个三万八。啊，是两万八，是两万八。啊，我听错了。一个满池的下注，不太好跟。52。啊哦！啊，这里是枪口位的。MLO 是选择了一个反挤压。哎呦，那是。再来，我就把地下玩很严重，但很可惜的是，我们从上帝视角已经可以看到，这里杰森控是拿到一手纳子牌。上头。如果打的明朗一点、直接一点，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 all in 了。如果想要慢打去留住对手范围里面一定的 bluff 组合的话，这里可能是会选择 call。 啊，选择了跟住。我们的 M6 是现在是有点难受，非常的难受。这个四 B 被跟住，非常的难受的。一个三分之一的下，哦，不是，是一个，他下的是65千还是130千呢？好像屏幕显示有点错误，因为我听到他说的是 65， 而且好像拿的筹码也是65000。啊，选择了跟住啊，果然是跟住65000。那这里在右手边枪口位的数据是显示错误。这里我们的 M6 应该是心里要有警觉了，对手在翻前跟住了四 bet。在 flop 又进行了一次过牌跟注。继续下注。下的非常的小。他选择 all in， 那对手是只能盖牌了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 M6 可能是之前的一手牌遭到重创之后心态上稍有一点不稳，不过的确是在这样子一个开池两家跟注的底池，杰森贡这里是会有很多的一些 bluff 的 range 去做一个三 bet 挤压去抢底池里面的翻钱的死钱，但是在他继续四 bet 之后，杰森贡的跟注就已经非常的显示牌力了。
在第二条街35000的下注依然没有拿下底池，那么这里只能遗憾的放弃。What have you done? Not a good hand. Hmm? Not a good hand. No bluff. Hell yeah, hell yeah.